这一次，我离开学院，在各地走了这一圈，有很多的感触。大家都知道，这个世间灾难越来越多，真正的原因，只有学佛的人才懂。只有佛法将宇宙之间的性相、离世、因果讲得透彻，讲得明了。而可惜学佛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没有认真的去学习，佛法讲到最深的、最上乘的，是讲性相。像华严经上化身菩萨他们所说的，中等的讲理事，佛对下根所讲的是因果我们现前这个社会的动乱，真正通达因果就晓得讲因果代表的这些书籍，印光大师给我们讲的这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劝书，你看文超正篇续篇第三篇，多少次说到这桩事情印祖一生苦口婆心只讲这三样东西那么这三样东西里面，尤其是特别赞叹安思劝书，认为讲因果讲得最透彻、最明了，而文字真正属于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感应篇在文字上的时候比不上安思劝书所以我们要想学过文、学古文，安思劝书是好教材学这本书，这个因果的道理事实真相透彻了，文学也学到了非常难得他说感应篇汇编也不错，可以说除了安思全书之全书那这个感应篇汇编算是第一了凡四训那是说明
了凡先生现身说法，做给我们看。你看一个人怎样改造命运，这是对中下根人最好的教育。这三本书确确实实能救自己，能救我们一家，能救社会，能救世界。所以他老人家一生不遗余力来宣扬，他是佛门大德。这许多人都知道，西方大势至菩萨化身呐。他说的话，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话。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主慈悲，大势至菩萨主智慧。可是这三本书，祖师虽然一生可以说全心全力在推广，当时学习的人确实不少。凡是皈依印光大师，跟他老人家学的，没有不得利益的。可是印祖往生之后，他的那些学生，无论在家的、出家的，都往生了。李老师是他的学生。到我们这一代呢？这算是第三代印祖是第一代这黎明南老居士第二代了，我们算第三代了。我们第三代跟第二代比就差太多了，你们现在是第四代了，越来越远了。你们的修学比我就又差很多，那再到第五代第六代不就完了。不知道什么是因果，理论事实真相都不透彻，所以起心动念不善。祖师教导我们基本的，就是诸佛如来三皈没学到。三皈真的是不容易，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三皈念念呢依觉真净念念利迷邪染这个要靠精教，不是说受个三皈形式就行了，要真的。现在读经难。为什么难呢？古文程度差了。经典的翻译最晚南宋，南宋以后就很少了。从后汉到南宋800年间，这是翻译经典最盛的时候所以文字翻经的祖师大德也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这个你们诸位都知道你们看看《古文观止》，那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跟佛经对一对，你就知道佛经文字很浅就像白话文一样。
啊，所以佛经翻译这种体例，啊，在文学史里面称为变文，啊，变体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当时的白话文。啊，最浅显的文字，我们现在人看还是看不懂。还是有困难啊！这个从这个地方，你们就真正能够体会得到，所谓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啊，这一代不如一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绝对不是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福德比不上上一代的人，这个我不承认。啊，我所看的是这个内里面的烦恼习气，外面的诱惑，一代比一代厉害。啊，这是我们不能成就真正的因素。啊，从前哪有这种五花八门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外面诱惑的这些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比从前呢长了100倍都不止啊！你要多大的力量啊？你给他们抗衡，啊，不受诱惑这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前几代的人。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环境呢，恐怕都会被淘汰掉。他们运气好啊，啊，生在那个时代，这个社会风气淳厚啊，啊，人人都懂得礼义，啊，思想行为自己都会约束，在那个环境啊，啊，修行容易，啊，障碍少。今天不得了啊！啊，今天要成就，必须要超过古人的戒定慧三学，戒学超过他，定学超过他，慧学超过他，你才能成就。你跟古时候一样的这个戒定慧平等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没办法啊，这是事实，我们要承认啊。所以从前你看看戒经里面规定我们半月诵戒，行，那个戒律温习一次可以保持半个月。今天行不行呢？真的3天都保不住啊！所以这客观环境、主观的这个境界，是我们通通都要明了。那么讲到修行的根本，我在这个地方是极力地劝导大家从弟子规学起啊！如果不从这里学起，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这实实在在的啊！弟子规在中国差不多将近1000年了，从宋朝开始推行的啊，它的前身
是朱熹的《同盟须知》五种仪规里头有，以后人照这个扩充改编成为《弟子规》。啊，历代都有修改，都有增补，啊，所以才有现在啊这样一个完美的本子。啊，在中国差不多推行了1000年。啊，无论读书不读书，都学。啊，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呀，形成一个风气。啊，都有这个基础。啊，有这样好的基础，就有那么好的社会。啊，这个淳朴这种风俗习惯。啊，因此，儒学礼不难，很容易做到；学佛持戒不难。啊，无戒摄善，这很容易做到。啊，所以无论是在家出家，他都有成就啊。啊，现在呢，从民国建立以来，对于传统的这个伦理的教学，逐渐疏忽了。啊，尤其民国成立以后，几乎战争，啊，社会动乱没停止过。我生活在农村，10岁以前住在乡下，啊，那我们家乡下还叫这些，啊，在家里面父母长辈叫，啊，在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私塾，啊，老师叫，啊，我10岁以后就搬到县城里面去住，啊，从乡下搬到县城，县城呢私塾没有了，就改成学校了，小学，啊，小学里的这些课程都没有了，啊，最早改小学，改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很小。6、7岁的时候，啊，我还没有上学，啊，但是我知道，我看过比我大的小朋友他们上学念书，啊，还有一门功课叫修身，啊，到我10岁念小学，修身就没有了，啊，就改成公民。啊，公民大概是教了3年，我记得我小学4年级，公民就改成社会，啊，这样子改了之后啊，越来越远了，啊，中国这个传统伦理道德，慢慢就没有了，啊，现在是完全都没有了，啊，不要说是学这个学，听都没听说过了，啊，这个是整个世界社会动乱的根源呢。我们要晓得，啊，所以中国古人那一套东西真的不多，啊，它能够在全民、全社会推动，男女老少大家一起学习，就个个都知道做好人，啊，个个人都懂得礼。都守法，啊，所以国家真是叫太平盛世啊！啊，所以这种基础的教育决定不能够疏忽。
啊，那么现在中国这两年来，我听到国内的小朋友读经，啊，这个读经的运动啊，应当有好几年了。啊，台湾有个老师，对，王才贵教授，在中国大陆到处宣扬。啊，两个月前我在香港，他来看过我。啊，虽然推动儿童读经，收到的效果恰恰相反。啊，这什么原因呢？读经是好事情，没有依照古人的程序就出了问题了。啊，小朋友记忆力好啊，多得很多啊，啊，超过他的父母啊，就是功高我慢起来了。在家里瞧不起父母，在学校瞧不起老师，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我就说到《弟子规》重要。他没有给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我听说别人讲，他们对《弟子规》不重视，不主张学这个东西，错误啊！《弟子规》是根呐，啊，《弟子规》叫什么？叫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啊，你有孝，你有敬。你再充实，那就对了，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啊，这个孝敬呢是钢筋，啊，是柱子，是栋梁啊，你先把这个搞好啊，然后的时候你再造墙，你再装饰它，啊，这是骨架了，比什么都重要，它没有这个东西，那当然出问题。那么最近杨老师在中国大陆，这还不到一年啊，专门提倡弟子规啊，他办这个短期的这个学习讲座啊，一期这五天啊，他邀集了几个这个幼稚园的老师跟这个小学的老师啊，专攻弟子规，专学弟子规，专讲弟子规，专弘扬弟子规啊，他们这个讲座已经办了300多场了啊，一场五天呢，办了300多场啊，非常成功啊，受到这个社会的欢迎啊，这个地方的领导重视，成功了，那叫一门深入啊，啊，真正是扎根，根本的根本重要
啊，所以我问，啊，前几天打电话问杨老师，这个《弟子规》还需要多少时间？是还要一年，还要教一年，啊，到处来推广。《弟子规》之后叫什么呢？五种仪规里面同盟养正。啊，那么我听说五种仪规我们现在重新排版，台湾华藏在做，啊，好像已经三教了，啊，希望教队要精确，要注意通知他们，不能有错字。啊，出版不一定说五种都出来，你先出一种，这个同盟养正，这是第一本先出来。啊，同盟养正呢，我们对这个小朋友的教学，至少要两年到三年，更扎稳了。啊，然后读经就管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学习。男女老少一起学才能收到效果啊！你要是专门教小朋友学，小朋友学了之后，哎，你教我要尊敬父母，你为什么不敬你的父母？你教我兄弟要有爱，那你们兄弟为什么不有爱？他就不相信了，他就打到很多问号了。所以家长跟儿女一起学，老师跟学生一起学，产生效果啊。所以在古时候啊，真的是全民教育啊，男女老少啊，没有一个不学，一生的受用。五种仪规是清朝乾隆时候两广总督陈洪谋编得好啊，把个自古以来啊这些圣贤人的对我们世俗的教诲啊，对世俗教诲的时候，通通集中在一起，分门别类，啊，分为这五大类。啊，这个很难得。啊，这部书的宗旨，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教人做好人啊，从小做好儿女，做好学生啊，长大了在社会做个好公民，在国家做个好国民，真正落实了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是五种仪规教学的宗旨啊，它是圣贤的基础。就中国古人读书志在圣贤啊，圣贤的教学在中国历史上，如果上溯啊，有文字记载的尧舜距离我们现在4500年了，
提出教学的目标，习身习心。啊，中国古人讲的身，就是印度人讲的佛。啊，中国古人讲的行，就是印度人讲的菩萨。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五十三参，那五十三参都是佛菩萨。啊，在社会上什么身份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圣贤呐，你是商人，菩萨商人，圣贤商人，你是工人，菩萨工人，圣贤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圣贤的。啊，那这个世界，圣贤的世界，圣贤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说这种教学的目标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啊，根基奠定在同盟养正，奠定在《弟子规》。啊，所以学院在这里成立。啊，我是希望立案的，我们要把这个教学落实。根要扎稳，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你说，哦哟，这个是教小朋友的，啊，这不是我们学的，错了，你没有学过，啊，照理说你现在是不应该学，为什么？你都做到了，这你从小学的嘛，你都做到了，啊，可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没学，根本不懂。现在补习，这个要知道啊！啊，你现在已经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了，你没学过啊？七十岁真的没学过，我今年七十八岁了。啊，我弟弟小我六岁，他就没学过。啊，年年差这么一点，差很多。啊，你是馆长那个时候，他念过修身，我就没有了。这个课我就没学过。啊，他大我五岁。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补习，没有学的，我们怎样把它补成功？啊，《弟子规》跟同盟养正，到老死八十九十，你的思想、言行都不会违背，那是你真的学会了，你真学到之后，你才知道那里有乐趣，那真乐。哎，你不生烦恼啊！啊，儒家读书。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啊，内心的喜悦，就跟佛经里面所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真是这样的啊，那是你一生受用啊。这个就是从前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呢？不亦说乎？那最高的享受啊，与物质生活毫不相关啊。那么这个就是安定和平的基础啊。再穷困，他快乐啊，他对于富贵绝对没有羡慕啊。怎么样苦，安分守己。啊，不怨天，不尤人。这个因果道理通达之后，知道什么呢？这个，富有物质这个条件，前世没修嘛。啊，这就像耕作一样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人家种了，我没种吧？
人家种了有收获收成，我没种当然没收成吧。啊，但现在种现在种来得及啊，不必去羡慕人啊，我现在开始干呢。啊，那怎么种植？这佛法讲得清楚了，这不是，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真干了！啊，我这一生小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基础，这点基础的时候很管用。懂得孝亲尊师，啊，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这老师对我都非常爱护我。那时候我是真穷啊，啊，自己生活都成问题，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啊，可是老师对我的这个照顾、关怀、备至。有感恩的，啊，他为什么这样子照顾你呢？肯学，没别的，好学，啊，那么改善我这个生活，那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三种布施是他教的，啊，真收效果。啊，三种果报我都得到啊！啊，可见的，这个经典上讲的不是假的，我们自己能够证实。啊，要真干。啊，那么一般人这个修行最大的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啊，只要有这个念头。与圣贤的道啊，就相违背，格格不入啊！所以心量一定要脱开啊！我常常讲，你是跟这个人处得好，喜欢跟那个人讨厌，你决定是凡夫。你学佛学得再好，你没有办法入佛境界啊！佛境界里面头一关。破我执啊，所以你一定要晓得破身见，你才能证小乘须陀洹果啊。大乘也是如此啊。那华严经里面初信位的菩萨破身见啊，破我执证阿罗汉果啊，所以你处处有我，有私心，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须陀洹没法子证得。哎，在大乘里面，初信位的菩萨，你没有份，你就晓得，这个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那么什么是我呢？佛教初学，首先叫我们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开智慧。你要能常做如是观，啊，这个身是假身，假的，借假修真。啊，你非常练习这个假的。啊，不可以修真啊，处处要为这个身，为他的享受啊，来供养这个身啊，
把真正的法身舍掉了，这就错了。真正的身是法身的，法身就是法性的，那是真的。这个身是法相啊，法相不是真的，法相是假的。虽然是相里面有性，性里面有相，性相是离不开的。我们这个身体，现在人讲物质、精神，物质这一部分是法相，精神那一部分是法性。所以我们精神这一部分是迷了，随着法相迷了，不知道自己有个真性，真性里面没有自私自利，真性里面没有名闻利养，真性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真性决定是包容的，变法界、虚空界，那是法身，那是真如，那是本性。圣贤的教育没有别的，怎样叫我们从迷回归到觉悟？从法相回归到法性，这是圣人的教育。只要是你跟法性相应的，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诸佛菩萨绝对没有两样。所以是心通此理呀。你所流露出来的跟诸佛菩萨所实现的一定相应。今天我们的麻烦在哪里？我们起心动念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念念都想到我的利益，就错了。所以圣人教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错误改过来？念念为众生利益，念念为社会的利益，念念为变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这就对了。那这就跟佛菩萨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不一定是为自己，是给众生做榜样。这里就是无量功德了。你光口舌，你自己不能做，人家不相信。说到要做到。看到别人家有苦难，我们有这个力量，就要伸出援手，就要帮助。决定不考虑，我明天怎么办？我明年怎么办？你有这个念头，不敢做了。所以你不晓得这个人在因果上讲，越施越多。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通通布施干净吧，明天就来了。来的比你施的一定还多。还决定给你加一点利息，这都是真的。我学了五十年了，这个是跟张家大师53年，一点都不假。越施越多。现在我是什么都不要。
药都是累赘，身上装钞票都是累赘。啊，我能做到，我什么都不要，我想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成功。啊，需要多少钱，人家自然会送来，啊，想象不到的。啊，你是这个多自在。啊，我们今年做了两个项目，啊，一个项目是印这个乾隆大藏经4000套，啊，这个4000套今年1000套完成了，啊，明年还有1000套，后年大后年又有2000套，啊，那个后面2000套呢，我要找人呢把大藏经这个句子圈出来，就是有句逗了。前面这个藏经里没句逗，啊，我要找人给我去圈，句逗圈出来。啊，那么现在目录是重编了，啊，但是没有校刊机。啊，我就这个想到的是，要像日本大正藏一样，啊，我们有校刊机，啊，有新编的这个目录，啊，句逗段落统统把它勾出来，啊，那这一套大藏经就非常有价值了，啊，所以后面2000套的时候，2007年出来，啊，那么这个4000套大藏经后面近500万，啊，另外一个大项目就是我要把印光大师的愿望落实。啊，印光大师的愿望就是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啊，感应篇汇编啊，这个安世全书啊，啊，来教化社会大众。啊，他那个时候印书啊，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了300多册，啊，300万册，那实在吓人呐。啊，但是今天你去印书没人读啊，这三种书虽然很浅还是有深度啊，所以我就想方法的是，我想说做电视剧连续剧啊，了凡四训做20集啊，在电影里面可以表演20集啊，一天一集的是20集，感应篇汇编，哦，那个故事多了，做30集，啊，安世全书也做30集，啊，安世全书啊，它一共4样东西，前面呢是文昌帝君印制文，它的内容跟感应篇相同，啊，所以那个就不要做了，由感应篇代替就行了，啊，那么另外是玉海回框。是叫人借淫欲的，这个做10集。万善仙姿是劝戒杀的，这个做10集。最后是西归之子教人念佛的，也做10集，这30集。所以这个总共80集，80集我是预定3年完成。啊，那么这个80集的电视剧。我交代给游本昌，游本昌负责。啊，我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你给我找最好的老师，这个导演，最好的演员。啊，因为过去我们看过中国有一个连续剧啊，《雍正王朝》。啊，我觉得那个水平还差不多，不能比那个低，只可以比那个高。啊，《雍正王朝》拍摄。他一集是人民币45万，我现在给他50万，啊，每一集50万，你要给我，要比这个水平还要高，决定不能比他差，啊，那么这个80集，人民币4000万，也是美金500万，我这2项，美金1000万，啊，
有人送钱来啊，啊，而且呢，钱都到位了，我一点不操心啊。所以这个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字字句句是真的，他真兑现了，不骗我们的。哎，真正发心去做，心想事成。啊，一点都不假。啊，那么这样做出来之后，印光大师慈悲救世的这个愿望就能落实了。那么这个连续剧做出来之后，我们是华语发音，下面做字幕，字幕的时候做四种语言，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西班牙文的，有阿拉伯文的，这四种字幕，那就可以能够通行全世界了。这四种文字，每一种使用的人都超过十亿人。那么这是在世界上主要的语言文字。我希望三年他给我做成。所以他做得很认真，现在先搞这个了凡四训，他们的导演，主要的演员，都到了凡先生家里去访问过了，了凡先生的坟墓还在，家里有后人，也找到不少资料，我说一定也真的，不要凭空想象就编故事，那个不可以，那么了凡先生在保底。做过，好像是12年的知县，8年还是12年，到保底县去查了个县志，县志有12卷，就是他那个时代，他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找出来了，那么县志是，这个杨老师。引印了一份寄给我，就是这12卷，了凡先生在保底所做的事业，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种方法把印祖这个理念呢扩展广大，它才能够收到效果，才能够起作用。那么这是我们真正是祖师的学生，不仅我们自己要依教奉行，要怎样能推广，能叫社会大众都明了，都懂得，不能依教奉行，这个社会才有救。所以今天，这个西方人，天天挂在口头，怎么样消灭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我们今天是脚踏实地，真正在做。不仅仅是空口在这里说白话没用啊！联合国我参加几次会议，我不再搞了，没效果，还是这样子做才能产生效果，把这个圣贤的教学用网络、用卫星电视传播全世界，用各种不同的言语，所以希望你们这些同学要知道这个古圣先贤的
诸佛菩萨那个根在哪里，你要不从根本上下手，不能成就。无论怎么用功，最后都会落空。啊，为什么？你没扎根。啊，这个观念一定要改过来。啊，要能包容。啊，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讨厌，我说过了，这就是你致命的伤，你最大的障碍。这一关你不能突破，你就没有办法入佛之境。啊，不要说证悟了，解悟你都不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达到。啊，就是解悟是什么？是智者大师所实现的无品位往生，你都做不到。啊，所以《弟子规》比什么都重要，《弟子规》一定字字句句统统要落实，变成自己日常生活行为、处事待人接物的原理原则。啊，根扎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推行，男女老少大家一起学，这个不得了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前途一片光明。啊，男女老少一起学。啊，现在中国的确不少有一批年轻的这些老师，啊，年轻人、大学生、老师，他们发心来从事于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是义工啊，没有待遇。全心全力啊，来落实这个养正的教育，同盟养正的教育啊。如果你们要不认真努力的话，三年之后，你们跟他距离就远了，赶不上了。好，我就讲到此地。谢谢师父。